来参加我朋友举办的一个 party。粉边杨姐哥给大家安利卢布松的这个杏仁可颂，真的特别好吃。教完课了，这边有一个这种大的足球体育场，让我想起了以前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，就很年轻。哦，这个上坡骑的真的太累了。回家换一个衣服，然后准备出门下。本来想吃个冰激凌，但是这个人也太多了吧。好漂亮，骑到一家咖啡店。最近在读的，天气好就可以拍胶片，超级好看。我们来吃一家贵州菜。你先用手机拍了。晚上去吃饭，路过一个花店，再买一点花。到了，我们点了扇贝、香肠，还有一个 cheese。
们的午饭。现在还用这个？我觉得北京的这个是吗？上课呀？约会是上学？哦哦，他才大学二年。早，我快到公司了，还要先去买杯咖啡。今天穿了白色。今天天气也不错，准备找一个地儿吃午饭。我们的什么炸鱼三明治。Hello 大家，我已经回到我的房间了，然后下班了。我最近有点感冒，所以我声音有点变化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6:30下的班，然后现在差不多7:00。我实在是没有什么精力做饭，然后我就点了一个外卖。今天晚上就是在房间里，然后要整理个房间。我看我列了，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就列了我这个下班回家要干嘛，要录 vlog， 然后要把地擦一下，因为又掉了很多头发，要给我的花换水，然后要把我的衬衫什么的都熨一下，因为就是公司可以帮我们洗衣服，然后我今天把衣服拿回来，然后要自己再把它熨一下。对，然后现在呢，我准备下楼去拿一下我的外卖，顺便把我的花也拿下去给它换一个水。早上必须喝一杯，不然这一天就开始不了。今天喝 double shots， 2个 espresso。下午茶时间。
有一个公司的冰激凌。下班，然后骑个单车去吃饭，来吃花椒，来看小猫喽。